香摩迪嗰邊，即係好開心啊！即係小林啊文迪都特別中意啲跳舞歌，咁同埋啊係有得去即係發揮更加多唔同嘅音樂元素咯，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其實我就認識了著名的經理人簡文迪先生就很多年了，而我們又很想一直都很想就是我們澳門可以除了其實過去很多澳門藝人在香港發展就是簽就是我們叫 share 了個合約出去，我們一直都很想自己是可以就是在香港去設點，就是自己有一間即係經理人啊、唱片公司啊咁樣，咁啊，但係只係憑我哋澳門嘅力量咧，係唔足夠啊，咁啊，所以咧，咁我哋今次我哋澳門嘅奇人咧，就加上簡文迪，所以就澳門奇人加簡文迪，係啦，咁啊，奧迪啦，係啦，冇錯，咁所以變咗我哋，我覺得呢個理念咧，其實我覺得幾好嘅，因為可以促進兩地嘅文化，同埋我覺得就話而家香港同澳門已經唔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咁所以變咗我哋兩個應該再融入咗兩家人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做一啲新嘅元素，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間公司咧，堅持都係做新人，做新嘢、新嘅概念，即係會諗一啲新嘅嘗試去做好多唔同嘢，令到對音樂好、對個藝人嘅本質好，所有嘢我哋會積極去參與好多唔同嘅活動，務求達到澳門同香港嘅 artist 都可以充分發揮到佢哋嘅宣傳效用同埋實際嘅效果。Good.